就假装大气啊。哦，前男友谁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干嘛？如果真的遇到，还是说，哎嗨 ，hello。其实我觉得不会烦，因为他们也就是有这个话题想跟你聊嘛，就陪他聊啊。就说啊，那我不，那你觉得我几岁结比较适合？啊，你有认识的吗？对，帮我介绍。对，你的长辈是会是想要你赶快早点结婚？其实不会。对，我的长辈也没有。他们其实都不会。我长辈在这边，这是晚辈吧？哦，我不好意思把红酒整个倒在我身上啊。我要合照的时候，然后我啦，然后那个酒盖没有盖，没有盖上，所以洒了我衣服都湿。爸爸把手交给，就是牵着女儿走进来那段，其实我就已经在落泪了。然后接着下来，爸爸把手交给新郎那边，我真的不行哎。那如果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会哇完蛋的，真的，嗯，你就说我不嫁了，我不嫁了。我觉得我们有这种天天的个性，其实蛮保护我们。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化解。啊，老爷，讨厌，老师，对呀，看到都要收钱哦。哎，但如果是那种什么大大咧咧的人掉下来，大家就。祝各位新人们都要甜甜蜜蜜、幸幸福福哦！嗯，祝你们早生贵子哦，生很多很多的小孩，百年好合，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。